我是谢老高，那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第九次，已经那个数字快用完的黑客松，这次叫还我土地。好，那哇，今天好多人。那其实一开始，我们发现这个投影机好像换新的，这个图本来对啊，本来打出来变白色的。OK， 好。那其实应该不大需要跟大家介绍什么是 GMV 了，但是因为既然大家都已经来了，那但是还是想讲一下，就是 GMV 试图去结合一些开源社群跟行动者跟公民精神的一些我们学习到的一些东西，然后用开源，就是说把大家做的事情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开干直接开始做事情跟。开花，其实上次是因为大肠花的关系，所以开花，所以用这样的精神，我们去试图做一些事情，完成一些事情。好，那其实已经我们大概每两个月一次大的黑客松嘛，已经过了、快要两年了，有没有？那其实有很多的 contributor 都在这边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那其实我觉得从之前到现在有一些改变嘛，那今天趁这个开场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技术型的社群。那从台湾既有的开放源码社群来，大家想要做一些事情。所以一开始大概有高达80%是 developer， 就是写程式的人。好，那后来逐渐开始吸引更多的 designer， 或甚至是NGO 朋友，或者是社运的朋友，或者是甚至有在 GOV 工作的朋友都来一起参加。那现在我觉得已经到达一个黄金比例，就是我们大概有40%的 developer， 然后30%的 designer， 然后30%的是社运朋友或者是 GOV 的朋友。那其实一开始，如果各位有看比较早期我在外面介绍 GMV 的一些演讲的话，我常常会提到说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黑客松。可是这件事情已经开始有点改变了，现在开始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出现了，譬如说这个。常常最近会有这个小松，就是某某主题可能就有一个小松，然后大家就可能十几二十个人聚在一起去，快速的想要解决一些特定的问题。那因为像这个大松，就是我们这个两个月一次的，就有点像是一个维持一个节奏，就是说让新的人都可以一直进来，然后可以去在这个活动这个气氛里面去和大家一起合作，然后让有一些事情一直继续勾下去。那除了小松之外，也有中松就是现在是也是每两个月一次嘛，对不对？大概猛点松大概是三四十人的规模，那就是我们通常是大松是双月，猛点松是单月，所以现在活动很多。那后来呢，甚至现在也有这个 GMV 学校，上个学期好像有和好几个学校有大概3-4门课有合作，就是不管是直接去上课，或者说老师鼓励学生说这个资讯相关的期末专案来。就是使用 GMV 的专案，或是去把一些既有的专案做更好的一些改进，就有这样一些新的模式发生，然后就是更多的有趣的影响。那当然也有很多和，比如说 NGO 更多 NGO 的联系啊，然后试图让 NGO 习惯这样子的，把一些想法丢出来，看有没有人想做。因为传统上 NGO 比较是就是本来自己闷头做，那可能资讯相关的东西也是有点像一个。我们知道 NGO 是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嘛，那资讯相关的专案可能也像 government 一样，就是反正找个地方外包这样。好，那其实在这个开源社群里面，其实有很多人愿意做很多很棒的事情。那用这样的模式去和大家一起合作协作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不同的方向的一些产出。那当然就是最近应该一年来吧，也蛮多政府单位就是都注意到 GMV， 然后。其实他们对 GMV 的认识通常都还蛮正确的啦，不会觉得说我们真的是要，事实上我们真的是要拆政府嘛，就是他们 GOV 里面有蛮多人想要拆政府改革之类这样子的嘛。好，那当然我们就会有特殊的政府对政府关系，跟他们给一些意见啊，或者是说让一些这边的成果可以里面直接使用啊，或者是因为在 GOV 的问题主要是在他们要做跨部会整合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部会 A 如果要去做一点跟部会 B 有关系的事情的话，部会 B 就说你干嘛踩我的。好，那由外部的这样的东西去做一些整合，去让他们看到这样的可能性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是有一些有趣的好处的。那当然最后还有就是公民参政，那最近很多团体或者是非团体都在讨论说如何其实这是世界上共同一直在解决的问题啦，就是说现在如果说我们不满意现在的代议的方式，那可是
要 有效率的，由直接的众人直接去做一些决定，如何快速有效的讨论，然后并且能够达到共识。那什么样的工具是这个最适合的？那这个其实全世界有可能有将近10套不同的方式在尝试。那台湾这边我们也在应该也蛮多团体，就是都有和这边联系，或者说很多朋友都有去参与不同的地方，然后去看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怎么样就是往下一步走。那所以其实这里面其实越来越多元，然后彼此都互相连接，然后不过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这个大黑客的时候有很多吃的嘛，因为我已经看到食物在外面。好，这个图是一把桌，两酷。好，那所以我想要简单 go through 一下今天我们会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请今天有登记报告的人来报告一下，然后就自我介绍。那就是大家报道的时候，可能就是如果你报名的时候有说你是新来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这个鹿茸，不是那个梅花鹿的贴纸。那个鹿已经长很小，这种。那如果你贴这个贴纸的话呢，就是如果你看起来有点无助，或者说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事情的话，那另外一个贴这个黑熊贴纸的人就会去找你，然后去就说哎、欸、你想要参加什么 project 啊，或者是就是如果害羞的话。好，所以如果你有带黑熊贴纸的话，请多关注一下附近，有没有人看起来很茫然，然后不知道要干嘛的人，就和他聊天一下，然后看他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好，那今天我们的提案应该是爆炸，就是可能之前都没有这么多，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么嗨。好，那还是想要先讲一下一个提案的秘诀，就是什么样的提案会成功，会吸引到别人，然后会可能在黑客中有一些初步的成果之后，继续走下去。好，那就是提案的人他可能要意志坚定，好，诉求清楚，想要解决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好，而不是就是说然后在这个你想要解决的问题里面找出一个你觉得可以最核心你要去立刻先去开始做的这个东西。好，比如说我们要提一个问题，是我们要解决这个地球暖化问题，这可能就不是那么 specific， 就比较困难。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通常因为实际会做很多事情的人，然后会有人来想要就是找这些人一起做事情，好，然后那可是当你如果说你去问说哎、欸、你可不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就好像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人想要理你，好，或者说有没有人想要干嘛干嘛干嘛，好，就是好像就觉得哦干嘛理你，好，可是通常比较有效的是说哎、欸、我想要做叉叉叉，有没有人要起来，这听起来就很有动力，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嗨就想要做。或者说你有一个初步的构想，关于叉叉叉，我认为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做，要来试试看吗？我们来试试看，就是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更实际的东西，更让人家可以开始去做的东西，然后比较容易成功。好，那各位如果去那个自由黑客示范区的初心者上面有一个与会守则，那我们会想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希望在这个这个社群里面，那甚至是这个实体的空间，我们今天这个聚会黑客中里面呢，大家保持一个可以尊重别人的一个心态，就是说不要因为别人的性别、年龄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因素去对别人有言语的攻击，或者是就是不恰当的行为。好，那我们就是让各种不同想法的人能够彼此在里面交流。好，那。下一次的黑客松就是两个月之后的大黑客松，其实是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一次刚好有一个资料科学爱好者年会，那这个是中院资讯所的老师平常帮我们借这个场地的陈胜伟老师办的活动，那他就很大方说，哎，那不然就黑客松一起来，那所以下一次就是八月底的黑客松呢，会变成一个两天的活动，在和这个 conference parallel 进行。好，那所以先跟大家说一下，那报名应该是会分开报，所以名额应该还是差不多这样子。好，那最近活动很多，所以八月之后，这个十一月八号，哎、欸，大家知道这个活动吗 ？Summit， 沙密什么 ？OK， 就是一个算是我们的年会吧。好，那现在已经有和不少的国外的朋友有一些邀请，然后可能会有不少人来交流。好，然后就请大家持续关心，然后哎，上面其实应该蛮多坑需要填的吧？那个苦主在那边，今天有要报告吗？没有。好，那如果你想要帮忙或者是干嘛的话，找那个坐在门口那个。
OK， 好，那今天我们其实就是9:30开始，我稍微介绍一下，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3分钟的时间报告。那今天我们为了应景，如果你剩下几秒钟的时候，60秒，1分钟的。如果你已经花了2分钟时间的时候，会怎么样？我来示范一下，黄牌。然后时间到会怎么样？还没。你应该也。时间到会怎样？红牌，那你就要下场，就要换人，因为我们时间有限。那当然，你就是尽量把握3分钟时间，吸引大家，然后大家在之后的这个聊天时间，可能就可以问你更多问题，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大概10点，我们可能今天10点20没办法，就可能要快10点40、10点50的时候就开始外面有一些点心可以用，然后就开始找你听到最有趣的 project 去参加。好，那下午就是 hack。那傍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报告，就是说今天如果你的小组有一些初步的成果的话，那也是在专案介绍登记那个 spreadsheet 上面登记。好，那我们今天好像要选出几个名额有获得 Cost Cup 的票，四个。好，那投票写好了吗？应该 OK 吧。OK， 好，那你等一下贴在 Hackfest 上面。好，那就是这个大家知道那个每年7月、8月的那个 Cost Cup， 就是开源者年会，今年在800多张票在10秒钟内卖完。好，那有好心人士提供我们4张这个VIP 券，那所以今天的 project 报告里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票选活动，然后比较前面的，如果你还没有票的话，就可以优先取得这个票，是这样吗？活动详情等一下看贴在哪里。好，所以重点食物，重点 Happy Hacking， 谢谢大家。好，那我们要进行。